不是，怎么会有人把这种东西做成盲盒啊？真的很不明白有些盲盒设计师的脑回路啊，到底是有多恶趣味才能设计出这样一款盲盒啊？恶心食物盲盒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食物这种东西恶心能恶心到什么程度去呢？我真的是有点不是很能理解它这个到底能有多恶心。你看这个配色跟七喜似的，它侧面呢倒是画了大概齐的有哪些东西。这个盲盒啊做成的是这种绿色的球球形状，这是什么？不，这不是传说中的臭屁包吗？这是个啥？Starbucks Coffee。 这个盲盒怎么里面捏起来软软的？垃圾袋！头一回遇见盲盒，它里面那个包装是不用撕开的，它是拿垃圾袋这么给你系上的。今天不干正事儿，搁这带着你们翻垃圾。是啥？ Oh my god！ 老鼠三明治！我刚才打开，我以为这是只香，结果一看，这是个老鼠钉，确实有点引人不适了。这是个什么？哎，我这是一袋子手指头。哎呦我，这最后一个是啥呀？这是虾仁啊还是蛆啊？这是，哎呀我的妈，到底是什么有病的人设计出这样的盲盒？啊，还有一个放大镜，他怕你这么看还不够，让你放大。我看这一袋是啥呀？一袋绿色的浓痰。咦，本来这盒子上面画的东西就够恶心了，当你把这个绿色的史莱姆裹上去的时候，你这像鼻，哎呀还摘，哎呀还摘一手。到底是什么人在买这种东西啊？这个上面写的是啥？ Santa Dots。 那这个是在恶搞什么？一个 What the 脑花奥利奥，这比阅历越狠过瘾了。下一个，这是什么？来拿放大镜观察一下，这是蟑螂吗？这个，这左边这个，哎呦，这还有蛆，哇！这就是日本人吃的东西吧？再来一碗。这个麦当劳应该是正常，是正常不了一点啊！哎呀，这麦当劳盒子，哎呀，我疯了！这个蛆是软的。这个盲盒的设计师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？Overcom 汉堡王吧。第一个，这应该是那个巧克力哈，但是巧克力上面抹个大鼻涕，你说实话不恶心？是什么？咦，哎，红牛真的不去起诉一下这个盲盒设计师吗？红牛的饮料里面有蟑螂和蚂蚁，这是什么？这滑板也算食物吗？国外有人吃滑板？还是说底下这滩呕吐物是食物啊？把这些送给女生当礼物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跟你说，难怪你找不到女朋友。真的会有女生喜欢这种东西吧？我们留最后一个，找个女生送一下子。我现在感觉已经有点适应，如果再来一个老鼠三明治啊，我。哎呦啊，老鼠三明治是露老鼠屁股，这个老鼠牛奶还露老鼠头啊！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要买这么多这个恶心人东西啊。 MC 牙膏啊，这是什么？ Pook 鞋呀。哎呀，这鞋脏就算了，除了呕吐物之外，鞋里面还探头出来一个老鼠。 Whisper Free 什么 egg， 这什么？一盒蛆，纯一盒蛆。我他们真的跟垃圾桶太相配了。这什么？麦当劳的薯条。哦，酱换成这种恶心的呕吐物了，完事那个薯条里面还有蛆。哎，现在单纯的蛆已经很难影响到我了。这家贴纸又是啥？你妈了，沙威玛餐厅是吧？来第一个 TikTok， 手机也能算是食物吗？呀，这什么没见过的？一盒便便。怎么摸上去滑滑的？那是他的卡姿兰大眼睛，那旁边还有一张手指擦，哎呀，还是汗厕。这沙威玛餐厅里面怎么是这个东西呢？最后一个，这是什么？ Dead Ball。死牛！我要是红牛，我不起诉他，我都不姓红。呕吐物口香糖、老鼠三明治、越来越脑花，好好好，没有任何新鲜玩意儿啊！接下来就看这两个了，来吧，你挑，你挑人送我。这是什么？嗯？活动啊？哦，这是什么？喜欢吗？送给你。哎呦，长满了眼睛的披萨，喜欢个嘚儿啊！这是真的能吃的吗？一些下饭的小零食。什么东西啊？口香糖，然后上面粘了牙和虫子。喜欢吗？是不是很可爱？这很难评，这真的很难评。没事吧？啊，喜欢蛆虫虫子。不喜欢，但是可爱，它这还挺好摸的，解压的。